选人级，总统选上了之后，总统府就没有 style guy 了。好，那我今天讲的是那个也是基础建设里面的这个 Project Hub 的部分。那基础建设基本上分四个部分，好，那所以今天我就是做的部分是第二个人坑界面的部分，好，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显示说去里面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哪一些 project 需要什么人帮忙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之前有六七个尝试都就是无疾而终，就是过展开这样子，好，那所以这次就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来做，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 markdown 叫做 Awesome GMV。好，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markdown， 大家可以来编辑，可以来送 PR， 所以在这几个 category 下面各有哪些 project， 然后 link 到他们的这个 GitHub 去。好，那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有一个小工具呢，就会把它每一个 repo 里面的这个 JSON 档抓出来，然后 aggregate 成一个 GDB 的 registry， 然后把每一个 JSON 放在那边。好，那就是希望说接下来的应用就可以取用这边的资料，不用每个人再重新弄一次了。好，所以这个步到这个步骤差不多都做完了。那这个是由 Kirby 主要 Kirby 在做。好，那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 metadata 的编辑器，好，就是因为它已经都在 JSON 里面嘛，所以基本上接下来要请大家帮忙编修它，或是完善它的话，通常就是去编辑这个 JSON 的然后送一个 PR。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 create 了一个editor， 是 Hoga 做的。那这个 editor 它是一个 standalone 的东西。你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大串 URL， 它就带入一个编辑的界面给你，然后按下去按钮之后，它就开 PR 给你。好，所以这个可以用来做其他的编辑，但是我们主要是拿来做可以送 PR 给原来的这个 GDB 的 JSON 这个 metadata。好，那这个 link 就可以出现在其他的工具里面，比如说有一个 Project 的 browser 可以 link 过去说，帮忙修改资料。好，或者是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要 search 过去旧的 Hackpad 使用 ET 之前的那个专案模板，有开专案模板，可是我们不晓得它的 project 在哪里的，我们就 create 一个这样子的link， 然后这个大家想要帮忙填东西，把它整理完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方式送 PR 出来。好，那为什么要转来转去的？好，所以接下来就有几件事情要做。现在有 metadata， 那目前的 GME 上面的 project 就是专案列表这一页是首科的辛苦的一趴。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改成用这个 JSON metadata 重新 generate 出来的成果。好，那这个同样就表示说上面有东西我们都应该要有那个 JSON。 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之前就朋友有做过，就是 aggregate 每一个 project 的所有的 issue。 好，所以你可以 group by 一些可能是小工作，或者是需要特定语言的工作，可以让没事想要找坑填的人就是很快找到坑。好，那这个 hopefully JME 有做一些新的版本，那待会他会报告一下，那就看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做更多整合。那接下来就是许愿的，就是说有了这个 metadata 之后，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譬如说，大家知道求职小帮手嘛，或者说今天的这个几个跟就是工作有关的一些 project， 那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帮手小帮手，就是说，当你装了这个 process extension 之后，然后你去看劳动部的网页，他就跳出来说，讲个秘诀，去应用有几个跟这个相关、跟这个政府相关的 project。那这怎么做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在 metadata 里面提供，就是说，我们这个 project 是an enhancement of some other government website 这样子。好，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这个 metadata 的话，就可以在这个 extension 取用它，然后跳出来。好，那比如说这个你去水利署要查这个各个那个水库的时候，它就跳出来这个饮水地之类的。好，就是我们试图把它跟其他人会看的资讯连接起来。好，那所以这个接下来有这个 metadata 就比较容易做。那接下来上次在这个基础建设中还有开的一些坑，就是大家知道 Slack channel 上面有一个那个 status cake 会去 monitor 不同的 project 的service 它有没有死掉了。好，那我们有这个 metadata， 我们也许可以有一个共用的一个机制去检测每个 service 是不是活着，然后回报给该回报的人。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大部分的 project 都有 Google Analytics 嘛，那有一些是共用一个ID， 然后会 aggregate 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许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然后去可能 call analytics 的 API 去自动 aggregate，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real time report 说，现在一共有这个50,000人在看 GME 所有相关 project 的 app 或是服务。好，那所以这个就是nice to have， 但是
并不是很急迫，但是如果你很无聊想要做的话，这个就是这有几个坑可以做。好，那我就讲到这边，接下来Jenny是讲那个issue aggregator 的部分。好。